这琴不错，哎哎，嘛呢？我摸一下。这可是王爷最珍爱的一把琴，你这笨手笨脚的碰坏了。我。不过，这把琴王爷许久没有拿出来了，就是要宴请谁啊？您搞得如此隆重。这个嘛。 不能告诉你。小鹿，求你了，你就告诉我吧。哎呀，谈一下王爷的意中人。 意中人，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。去，别嚷嚷啊！咱王爷你不知道，就算喜欢你，打死都不会承认。不过小鹿，全看在眼里了。嗯，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倾国倾城啊，能让咱们的王爷如此惦念？待会儿来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对了，王爷呢？ 那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要亲自接客。嗯，娘，故意不让我跟着，就是怕被打扰啊。那是因为你太烦人了。走。 你看，今日迎春园，有猜谜会。好些年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。咱们去那边。哎，好。是啊，自从你离开京城之后，我常常梦见咱们在灯会上猜谜，而且你总是赢，笑得也特别开心。去吧，咱们去那边。行，行行行行，走，咱们把那边的谜面全都包了。 哎，就是这里了。好，我们来猜一下吧。好。图。那边还有呢，咱们去那边猜猜吧。好。破，这个我知道。 比你多一块，我赢了。妮儿，啊，希望你今后的每一日，都能像今天这样开心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你开心我就开心，你不开心，我比你更伤心。苏公子，请自重。妮儿，你如果想拒绝我，我告诉你，没用的。 你拒绝我10次，我会坚持100次；你拒绝我100次，我会坚持10000次。苏公子，宁儿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